怎么进了这个修道院？边边都真的见到山旁边，是好可怕的感觉。哎，不会吧？里面都是骷髅头哎！我真的觉得是真的哎。这边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盖房子的方式，他们就是沿着峭壁一直盖房子，都是你们想象中的蓝白天堂。纬来娱乐台，发现地中海。